一个愿望刚才你许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红灰敲麻花做用洗碗机。对。啊，红灰敲好了吗？敲好了，很辛苦的。这是给你一个神圣的任务。啊，第二个愿望就是我们家人可以常常聚在一起哦，我们全家人，大家都可以在一起过很开心的时光，然后有很多的爱可以分享。第三个我没有想起，第三个放在心里吧。好，那我吹蜡烛了。好，三二一，生日快乐！